我知道我哋以前系朋友，话俾我听我系边个。我见过几多潘成峰。Ready？Ready？ 你想知道边一个？你炸断脚之后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做翻警察。佢牵涉中死咗18个人嘅爆炸案，而家系痛执犯身上有枪。其实你系 CTR 嘅卧底，我系你嘅 handler。你仲可唔可以繼續做你嘅任務？救人唔係用自己條命去搏嘅，但我哋做拆彈嘅邊次唔係揾命搏噶？你為咗破案，你真係咩都做得出。警務處冇佢個 record 噶。對唔住，呢個係警隊機密。手拉你翻！你為我殺咗18個人，你講唔講真話？講真話！我会继续你给我的任务。